文斌离世让大家都非常伤痛，他生前最爱的妹妹文秀雅坚强地陪哥哥走完最后一程。 Pantagio 为粉丝提供了可以悼念文斌的空间，粉丝们也会将其分享到网络上，跟无法前来的各国粉丝分享。据说24日当天，妹妹文秀雅和 ASTLO 的 MJ 金俊还有 SEVENTEEN 盛宽 Wiki Miki 一起出席，并留下了手写信。秀雅写着：哭太久了，不会再哭了，我从现在开始会常常笑的，还说要连哥哥的份一起努力。最后感性的说，这段时间辛苦了，文兄妹 forever， 每个字都透露出对哥哥的想念。MJ 有点自责，没有好好守护文斌，承诺会帮他照顾爸妈还有妹妹。同时，酒吧 LINE 的盛宽难过的写下：“再等我一下，我会让你感受到整个宇宙都是你的，非常非常爱你。等再次见面时，一定要给我一个拥抱。约好了，一定要再见。”每个字都让人心碎。不过，因为文斌生前就很贴心，总是为大家着想，所以粉丝们也纷纷希望能用微笑的方式想念在远方的 Binnie。